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乐活家，我是主持人彭启明。国内的国际航空枢纽除了高雄的小港机场之外，就是桃园的桃园国际机场了。桃园的发展也跟国际机场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桃园位于台湾的西北部，全境的形状呢大致呈现西北东南走向，西北侧濒临台湾海峡，是以沙岸为主，建往东南地势渐高，丘陵还有台地的地形遍布，主要是桃园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从这个空拍图来看，可以看到这个区域有相当多灌溉用的人工皮塘，因此呢，桃园又有千塘乡的称号。更往东南来到大溪一带，丘陵的地势是越来越高，并有大汉溪的河街贯穿而过，其上游的复兴区则是以山地为主，并有名闻全台的石门水库。桃园全境最高峰是2444公尺的雪白山。桃园台地为何有这么高密度的人工皮塘？其原因相当多。从地理特性来看，台地的地势高，地下水相对中南部平原的地形更不容易取得，因此呢，台地上比较难汇流出许多的溪流河川，反而多是短流而且水量少的小溪流，对于农业灌溉上更显不足。加上这个桃园台地是以红土为主，透水性是比较差的，因此呢，更适合修筑皮塘来蓄水灌溉。从气候特性来看，桃园夏季的降雨多于冬季，但是降雨呢都是很急促短暂的。如果呢能够把这些雨水储存利用，就比较不会发生灌溉用水短缺的情形。除了皮塘之外，每当大家提到桃园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到是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简称桃园机场。它的位置呢就在桃园市的大园区，也就是桃园西北边沿海的区域。由于这个飞行跟天气还有气候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呢提供的飞机起降的机场更需要有稳定的气候特性。飞机起降的时候最好要逆风，也就是迎着风起飞，才有足够的升力来带动飞机起降。而且吹至飞机左右两侧的侧风不能够太强，这样才能够保持飞机起降时候的稳定。除了风向、风速之外，能见度或是像雷雨、冰雹这样的剧烈天气系统，对飞机的起降也都会有一些影响。因此呢，机场选址跟跑道新建的方向，更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天气观测来评估，才能够尽量减少天气对飞机起降的影响。桃园机场由于位在台湾西北部的沿海，从气候来看最容易受到冬季东北季风的影响，那夏季的西南季风影响是相对的比较少的。我们从附近的这个自动气象站近三年的风力观测资料就可以显示，桃园机场附近的风向频率是以北风居多，占了35%，其次为东北风，占了26%，东风也有16.5%。从北风到东风这个范围就占了将近80%，因此机场的跑道也顺理成章就设计成东北西南的走向。风向对于飞机起降的影响，相较能见度来说又是微不足道。虽然说现代化的客机多数都配备能引导飞机降落的自动化系统，但是受限仪器的精确度，所以都还是设置能见度跟云密高度，也就是云底到地面的高度的限制条件。
桃园机场目前最低可以降落的跑道的射程大概是300公尺。那经过统计分析的资料显示，桃园机场最容易出现浓雾的季节是在冬末初春的时候，大概是2到3月的晚间9点到隔天的早上10点最容易发生。主要的原因就是冬末初春的时候，台湾附近暖湿的空气逐渐增多，如果遇上比较冷的地表，就容易产生雾气，尤其是夜间的温度下降之后，会让相对湿度提高，浓雾发生的机会会更大。等到白天阳光照射之后，多半会比较消散。因此呢，在这个季节从桃园机场搭乘飞机的时候，都要稍微留意飞机可能会比较容易有雾点的机会。临近桃园沿海的新屋气象站虽然才刚开始观测没有几年，但是每次从冷空气南下的时候的资料都可以清楚的显示桃园沿海是冷空气的前线。像是在2015年2月10日开始的这波寒流的温度观测来看，新屋车站从当天下午4点开始温度就开始急转直下，那台北呢还有基隆傍晚的气温还是平缓的幅度下降，基隆呢一直到晚间10点过后才会明显的降温，台北呢更是延迟到隔天的凌晨1点后冷空气才抵达。其实桃园境内呢也是在近2-3年气象局才在新屋设置有人的气象观测站，在此之前跟云林彰化跟苗栗一样是全台少数没有设置有人观测站的县市。那新屋站呢也是由于气象局把台东成功气象站降为无人观测站之后才开始固定进行观测，所以从一个长期观测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降等来设置新的站的话，其实还有蛮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即便如此，其实桃园境内呢还是有属于民航局飞航服务总台的桃园航空气象站，为桃园机场的飞机的手势还有预报天气。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谈谈与飞航相关的议题。这2年呢，在台湾陆续发生了澎湖还有台北2次重大的空难的意外，国际上呢也将近有7起的这个事件。这样的事件不禁令人怀疑近年来是不是空难特别多。不过根据航空安全网的统计，这10年来航空失事的频率反而是降低的，究竟有没有什么迹象可循呢？而从事航空业的从业人员面对变化多端的天气现象，究竟该如何因应？气象乐活家今天就来访问中华民国航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廖玲慧小姐，来为大家说明航空从业人员实际上面临各种天气变化的时候如何应对。那个飞安事故哦，在这个民航局的官方网站，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说统计失事的这个记录。那以现在跟以前来讲，近十年跟以前十年来讲，其实统计的数字下降得非常厉害，等于是现在剩下1/6。那当然，这是因为现在的飞行器都越做越精密，那你所有的这个大家对飞安也越来越关注。那我们说这个坐车有行车记录器，那么飞行器的现在飞行记录不是只有黑盒子的记录，它还有飞行记录器，了解这个飞行员在整个飞行的程序上是不是都能够自律的谨守规定在办理。那再来就是说近十年来这个国际这个民航组织都会根据曾经发生过的事故探讨到底是机械原因，到底是人为因素，
或甚至是因为航空英语这个沟通的不良产生的这个飞安事故，都一再的探讨精进改良。我相信这也是造成现在的飞安事故越来越在控制的范围内。通常每一个航班呢，我在起飞前，那都是由飞行员向航空公司安管中心索取这个相关的飞航资讯。那这个安管中心的组合人员，它包含有签派员，那有分析载重平衡的人，还有航管人员。那它会提供这个飞行机师完整的气象资讯。那这个气象资讯呢，就包含起飞前，还有到目的地之前一小时，还有整个航路过程中约大部分是12小时至24小时的相关气象资讯，都会提供给飞行机师作为他在飞行的参考资讯。那当然就是说，当每一个航班他的任务执行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任务报告，那么飞行员飞行机师就会集结这个飞行组员，包含他的伙伴空服员、座舱长以及其他的组员，做相关的飞行前告知以及任务报告。那如果说他这一趟任务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气候状况，比如说他会遇到有强烈的台风，或是说哪边它最近的那个火山爆发是不是会有问题，会影响到它的降落，有可能会降落到其他的机场，可能会因地制宜，都会在这个飞行前的报告中告知大家。其实台风部分我们比较怕的是在起飞或降落这个台风的部分，因为它有侧风，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飞行机师的起飞或降落的安全。可是如果说飞机飞行器飞到一定的高度，也就34万英尺的话，其实它都是相对性的安全。那至于它会遇到雷击呢，通常是数万里的几率才会被打雷击一次。那因为飞机它本身呢是一个光滑的导体，所以就是说如果有雷击的话，其实是它是通过之后由这个机翼后面一个小小的引雷针那整个释放出去。那基本上雷击其实对于这个飞行器的影响是不大的，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但是就是说要比较要提防的，凡是这个电子导航、电子仪器设备可能会受到干扰，是比较需要注意的。那其实乱流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说可预测的乱流，也就是说我的仪表上可以显示，那机师可以预作防范。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就是可能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那么飞行机师呢他就会做广播说我们可能要遇到一段不稳定的气流，请这个乘客赶快回座位，安全带系好，那么也会请这个空服员停止供餐还有提供饮料，那这是可预期的。可是呢，这个在飞行的过程中有可能遇到不可预测的乱流，像晴空乱流，看起来万里无云，仪表上也侦测不到，结果遇到这个很急速的乱流，那这时候是没有办法防范的。其实大家会发现到现在所有的这个整个航程，大部分这个系紧安全带的指示灯一直都是持续亮着，也就是说以备万一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是来不及做任何的防备措施，那你可能会受到伤害。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桃园的大园，大园最有名的就是桃园机场。可是这个机场里面呢，大家觉得出国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可是常常遇到一些天气延误，造成天气造成这个飞机延误的情况，最我们让我们最困扰。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特别讨论一个飞航天气的问题，我特别请到我的老师刘广义刘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到底什么样的天气哦会造成飞机的延误的情况？是像这个大雷雨呢，还是台风呢？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到底什么样的天气造成我飞机不能飞？就这个天气影响飞行来讲哈，实际上台风算是少的，因为台风有一个先决条件，一定有警报。那每一个飞机可以抗多少风，它能不能起飞，那它的班机是不是能够按时间，比较容易掌握。那可是我们感觉上总是每一次来了台风的时候，大家就乱了套了，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飞机啊，大小不一样。是抗风不一样，第二个呢，那它可能是直接飞到美国、飞到日本去了，那我可能是飞到比较近的地方，所以这个中降场到了你落在哪里，那里的天气如何？我们过去的规定是说，只要本场有雷雨，就是你要飞到松山，松山有雷雨，你就不能去。那或者说呢，在这里要起飞的飞机，松山自己已经打雷了，你就得先躲起来。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呢就是变成说航空公司比较有权利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手上的飞机或者今天出派班的这个飞机，它什么样的性能，航空公司比机场管理人员要了解的透彻。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大的飞机或者比较新的飞机，它实际上所有的防备能力都比过去的老飞机来得好，所以。随着时代不同啊，这个阻止它起飞的越来越少，可是就变得越来越临界。那临界的结果呢，那航空公司就不太愿意告诉你说，哎，今天的飞机已经取消了，你不要来了。他就会说，好，我们还是要走的，你到机场来等一等吧。结果来了之后，突然一阵大暴雨，就45分钟哦。那你在这等45分钟，等大家通通好了，又得等45分钟才能够上飞机啊，弄好然后再走啊，快2个钟头过去了，方便度增加了，可是当你碰到那个不方便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更严苛了。我遇到的情况是，例如说当天从北京飞回来，就北京在大雷雨，那当然我都知道要延误了嘛，大家都认了哈。然后到达这个上飞机之后，又等了2个小时，又一直等，他告诉我说，我们要回去台湾的这个路途上有大雷雨，天气不稳定，所以要穿过那个是比较辛苦的，所以要等一阵子这个过去之后再说。然后没多久又说台湾那边又关场了，又有大雷雨关场了，所以这其实看起来好多因素，我那个地方，我那个机场，然后。我要去的机场，还有当中的路途的天气，都会左右这个飞机会不会延误的可能，是这样吗？对，你刚才讲到这个雷雨，对这个民航机来讲，第一个呢，它比较不容易直接把飞机给伤到。那雷都是专门打那个闪电，专门打尖端，所以飞机上有3个地方很容易被比较容易打到，一个就是它鼻子伸出来的那个地方，那实际上就驾驶舱的最前面。那第二个呢，就是两端，飞机翅膀的两端，大家上飞机稍微注意一下，都会有一个空速管，蛮细蛮长的，啊，它也比较容易被打到。那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天线，所以呢，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不用太担心这架飞机可以直接被打下去，被雷打下去。至少现在的新的是飞机时代，过去是有的啊，过去的飞机都很脆弱，本身结构就很脆弱，飞机越来越好，不会直接被打下去。那危险是在于说，它突然之间没有电话，没有这个没有通信了啊等等。第二个呢，你刚才讲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本场有雷雨到来，要不要让这个飞机可以放行？目前来讲呢，跑道头有雷雨是不能放的。这个时候穿雷雨，那就不纯粹是光是被雷打到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啊，我是很同情啊这些候机的人，很难过。可是呢，安全还是第一啊。老师，其实飞机是最怕这个侧风，那它其实顺风或逆风，其实对于飞机是比较没有什么影响，导致说这个侧风影响最大，对不对？我想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飞机在尤其是风比较大的状况之下飞的时候呢，它有很多让你不稳定的状态。这个就这个飞机来讲啊，那它对于这个。顶头风实际上对他来讲呀，假如是起飞，他
它就要借重顶头风才能起得来。那顺风它反而比较在乎，因为一顺风头就向下掉。那它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侧风。那我们所以经常在修的时候呢，都是考虑到这个圣经风向，他怕横过跑道的风，所以真正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他都是这个时候侧风。这个机场落到侧风太大，超过标准，比如说这个 F， 以前的我们的老的战斗机 F5 的落地速度是150海里，可是它的侧风只要超过50，它就落不下来了。啊，它就落不下来，因为你像风速很小的时候，侧风一出它就出去了，它得歪得很厉害，歪得很厉害的时候呢，好，这个机子所有的侧风都不会一条跑道完全相同，侧得很厉害，突然之间小了，它又冲到这边去了，它要回来，所以侧风很难应付。老师，其实我有一次到国外哦，他们讲到开放资料，国外呢就突然秀出来说台湾有20几座机场。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有20几座，那现在桃园来说的话是比较多的，因为桃园机场有2条，底下还有一条空军的。对，那为什么以你们这个空军，因为早期的台湾的这个空域都是空军在管的，这个为什么桃园有那么大的腹地，有那么样的机场，甚至它的跑道的这个样子，是不是都跟气候有关？桃园占2个便宜，第一个便宜它是在我们的台北站稍微突出去，新竹最突出去，所以新竹也有机场，可是新竹呢就比桃园差了一点，它的空地没有那么大。还有一个呢，新竹有事没事就刮大风啊，那以前的这个飞机怕风啊，那桃园呢又刚好歪回来一点，可它这一歪回来以后呢，它那个方向啊就变成比较接近东北西南向。那我们台湾北部也好，台湾也好，整个来讲盛行风就是东北西南向。那刚才我讲的说侧风飞机最怕，那我现在跑道给你盛行风，所以80%是东北西南向，我的跑道就顺着这个风，所以它就很好用。那在美国也好，国际上也好，像我们这样好的刚好地形给风是很顺的不多，所以美国的大的机场都什么来一个交叉，那来个十字形的，或者是直的，或者是交角的，那就为了说，不要因为这个地方盛行风不存在，都是侧风 ，OK 啊，我转换条跑道我就飞了。所以风是决定机场带到哪里的条件。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广英刘老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我常常搭飞机出国，参加各式各样的气候会议或是开放资料会议。搭飞机的过程当中，航班是否延误，还有飞行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尤其飞安更是攸关生命财产。航空气象技术的精进，也让我们的安全也更有保障。气象乐活家下周同一时间再带您一起看见气象新视野。